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奇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农村这边，现在农村很流行一种直饮机，就是直接拿矿泉水瓶子来接的一些纯净水的这种机子，可以投币来买水的。我朋友就装了一台这种机子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机子一年在农村里能赚多少钱。现在农村建设的都很好啊，都是这种小别墅的形式了。会啊！哇妈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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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你一年的吗？这不能一年的，这是几个月？有一个月啊？一个月是吧？那么可怜呢？扎心了，老铁。哦，这里还有。哦，他这个他是一个月来拿一次，机子装了一年了，这个是一个月，这是一个月的硬币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啊？2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，还可以，在农村一个月赚40块钱了，这个是完全被动收入啊，不需要人看管的。这里面就是一个那个净水过滤的一个装置，弄出来的水就可以直接喝的，凉水能喝还是要烧开的，这个凉水就能喝，嗯，直接喝的，这个可以喝凉水的，直接哦，水就直接放在这边，不完毕它就直接往下弄啊，这里金额的哈，它能看到的金额吗？啊，这就用多少钱了是吧？剩多少这是？啊，你说，很拍的，我来喝一口这个水，你喝不了，凉不凉？尝尝，还是挺甘甜的，甘甜说不上，反正没有别的异味，应该挺干净的，因为它里面有过滤网。它的流程是接了自来水，有一个滤芯，有一个活性炭，再一个压缩活性炭，聚丙烯熔喷滤芯，再一个反渗透膜，再一个后置活性炭。紫外线杀菌，直接饮用。